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诸位观众，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要演讲《往生极乐三要诀》。今天要甲诸位所讲的呢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呢，爱发十个大愿。十个大愿内底，今天讲第七愿呐。那么第七愿是啥物愿呢？叫做是愿成金刚台。成西方极乐世界，意思讲在我报名种的时呢，会当坐这金色的莲花，加上呢诸佛菩萨的愿力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愿真要紧。无你坐金刚台，是要坐去非洲去啊？要坐去三国岛去啊？当然，你升这金刚台嘛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好，伊安怎烦呢？已经讲了，第七，愿成金刚台，成极乐国，七宝池内，胜莲花中，花开见佛，见诸菩萨，闻妙法音，歇无生忍。哇、哦，这庄严的，意思讲，当你布施念佛。念经做功德完的时，还是听经了时啊？咱这些点点滴滴的功德呢，拢爱回向西方去，安怎发愿呢？第七个愿，圆的愿，讲愿成金刚台啊！金刚台就金色莲花就丢了。那么一旦升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伫七宝池的内底。哦，这莲花是非常庄严殊胜的啊！当这莲花那花开的时阵呢，会当见到阿弥陀佛，那是所有极乐世界清净大海众菩萨拢互我看得到。会当就听到诸佛菩萨演讲的这微妙的发音，我早一日会当证成无生法音呐，成就大事。这句话是讲得真丢啊！往生叫世界去一种啊，去云游四海趣味尔样啊，不是？文妙发音，正行无限发音，我这个不止发文，我这个实相的道理，我那个自性如来众性哦，所以娑婆世间你唔免烦恼啦。在娑婆世间无开悟不要紧。在三宝世间无正成，各位不要紧；一个、二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拢无得了不要紧；嘛无正成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菩萨，拢总不要紧。只要你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正成各位，这拢总无问题啦。其实只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切拢好讲。哎，注意了解吼，伊跟你讲啊，花开见佛呢。见到诸佛菩萨，能听到微妙的发音，哦，然后正行无限法音，你自了解吼，无唔对。所以娑婆世间呐，叫你研究经典，是看甲目睭近视骨也多啦，啊，佫望袂清楚经文是讲啥物道理，大家都捌咯，但是伊真正的含义义理呢，你唔知佛祖讲啥。和文字白掉呀，和道理深障碍掉呀。你若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唔免烦恼这问题啊。阿弥陀亲人甲你教，教开悟正果，三藏十二部教典呢，
你就一清二楚啊啦，那就清楚吼、哦。好听好哦。那么有一次啊，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变现的境界呢，和这个法教大师啊，看清真清楚，足清楚就对。那么这时阵法教大师呢，伊就请教啊文殊师利菩萨讲修行的要道，无那修在极道。啊！那往生西方净土人如何念佛，如何发愿？安尼，敢问这文殊菩萨呢？文殊师利菩萨真慈悲哦。伊讲修行要道哦，来听我道来。伊因讲，念经念佛，经正是时，诸修行门无贵念佛，共用三宝。福慧双修，处之日文最为善要。我以过去劫中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养故，得一切种子，是故一切诸法，法界波罗蜜乃至神深禅定，诸佛皆将念佛而生，故知念佛是诸法之王。讲啊，足明白啦吼！你看念佛偌殊胜就好，偌庄严就好。所有一切法门内底无过念佛啦。总共一句话就是安尼尔。那文殊师利菩萨是过来人呢？哦，南无龙哦龙种至尊无上佛呢？伊过去应成佛啦，伊实现菩萨的身份尔呢？即么人讲叫做高佛再来啦，实现文殊师利菩萨。身为一个佛的身份，教你来念佛，你阁相信无落来，我讲就完了啦。那个蛋卖讲完蛋，那个蛋卖讲讲你完了啦，你扣角你无路用啊！啊，佛祖甲你讲的话，你阁相信无落来，你是要相信什么人话啊？我感觉真奇怪呢。像我讲的啊，爸爸妈妈三不五时嘛，甲你别插一点，吼、哦。啊！你后生的祖囝三不五时五时啊，嘛甲你讲一遍擦的。你的孙啊啦、新妇啦、囝婿啦，你的眷属朋友三不五时嘛，你讲一遍擦一的。哦，迄一定的嘛是世间人嘛、凡夫嘛，咱会当体谅啊。啊，但是诸佛菩萨，伊绝对袂甲你打妄语。咱会当讲挂保证就对啦。如果也讲白擦，袂当叫做圣人，袂当叫做佛啊。佛是十佛界内底至尊最圆满的圣者，哪里呢？伊有需要对凡夫众生的打妄语呢？伊都不必给打妄语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，伊是高佛再来示现菩萨的呀。伊甲这个法教大师跟你讲啊，讲法教啊，法教，你今仔日来念阿弥陀佛的圣号。即嘛正是时阵哦，在所有修行的法门内底啦，无过念佛，无就胜过讲念阿弥陀佛，佫较好个啦。禅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观世佛教、大乘佛法，遐人济内底呢，千经万论不输标，强指西方路一条啊。但将六义出乾坤呢、啊？不用三字修福慧啊！一句阿弥陀念了顺，念了正，念了一心不乱，在临命终时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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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念加十念不起，梦想顿顿呢！一刹那间，你的心性呢，脱离这个四大五蕴呢，咻，往生西方净土去啊！哦，真简单，真利落，真干脆呢。诸修行的法门内底无贵念佛啦。文殊师利菩萨亲自甲法教大师讲啊。哦，想参加即卖，你是明心见性未啊？烦恼嘛照常教，嘛颠颠倒倒啊。哦，甲人讲无两句话比手硬啊，讲甲人化禅宗啊，变成口头禅去啊。哦。啊！你学天台学花言舞甲即马啦，哦！啊，教你阁蒙未清楚啦，众人清楚呢，
你心地嘛乱糟糟，心高意马，梦想昏昏啊，佮病魔缠身啊，业障一大堆啊，结果阿袂往生的呢，往生你就去向我看，教你望甲很清楚，哦，阿无明心见性，只是愿力大尔，但是呢，哦，人命将时啊，百病交交煎呐，哦，有去向我看你啊，哦，所以你甲你讲啊。诸修行文呢，无贵念佛啦。这句话讲啊，真得体啦。日本人叫做一拜一拜，拄拄好，无记也无减啦。拄下这个佛法时代众生，诸修行文无贵念佛。伊个讲哦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，这两款的门修行法门呢，最先要重点在这所在。因为佛就是修福修慧来圆满佛道呀，叫做福慧两足尊啊，故以佛两足尊三个两种，两足不是两只脚至尊呢，不是你讲呢，哦，我们正脚倒脚至尊呢，你误会，两足是啥？是指着福其足甲慧其足，叫做两足，就是福慧圆满的意思 ，and 就是佛啦。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是高佛再来，伊甲这个法教大师讲这话，就是佛伊的心法啊。伊修行的就过来人，伊清楚啊。伊讲你修福修慧都无唔对，来多供养三宝。福慧若圆满的时阵啊，你无想要成佛都无可能啊。瓜熟蒂落，哦，比如这水果红啊吼。你叫伊卖硬也无可能，你叫伊卖落落也无可能。果若熟的时阵呐，自然就落落咯。你个挡也挡袂掉啦。所以你后悔时个圆满的时，你讲无想要幸福就难啦，挡也挡也袂掉啊啦。伊讲啊，哦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。那么这两门呢，都是所谓修行成佛伊的要道。哦，伊重心点就对。啊，文殊师利菩萨跟你讲啊，我呢在过去无量劫的当中呢，我就是修呢观想佛的法身，观想佛的如来众性，观想涅槃性，哦，观这如如不动，这个本体的观佛就对了，来成佛的。我就是因为呢念佛的原因来成佛的，我就是因为供养三宝呢来成佛的。哦，所以一切法门具足啊，最后一切种子法得了啊。哦，过来人讲的话，咱个听都无唔对，你袂惊一个冤枉路啦。那么佮讲哦，是故一切诸法啊，包含着八智、波罗蜜啊、甚至的禅定啊，乃至所有诸佛呢，拢总是一念佛而成就而成佛的。果地念佛呢，是诸法之王啊！嗯，哎，听好清楚啊！吼，这是菩萨讲的话，咱搁念一遍哈，看好。文殊菩萨告言：念今念佛，今正是时，诸修行文无贵念佛，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。处之日文最为善要，我以过去劫中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养故，得一切种子，是故一切诸法，八戒波罗蜜、甚深禅定，乃至诸佛，皆从念佛而生。故知念佛是诸法之王。注意，你看清楚哈。嗯，那清楚如本要讲话啊！我出家也要25年啦，26岁出家啦，今年都半百，今年都50岁。我看三宗十二部教典参学呢，25年啊！我一生的心得干安尼尔，三求啦：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。
你也记起来，会当作为咱修行的一个楷模，救福、救慧、救生净土。咱福报无够，福唔是讲去赚钱的意思呢，是广修六道波罗蜜。哦，你福德的因缘若无具足、无圆满，成不了分呢。哦，包含着呢，哦，恭敬说法度化众生，广结善缘。众生有需要时，咱也伸出慈悲的手，该多关心、多照顾，这样修福。哦，布施那是不足戒，你替咱布施嘛会使啊，无畏施嘛会使啊，不足戒布施嘛会使啊，共随喜赞叹嘛是布施啊，爱功德你福报因缘，福爱圆满。第二，爱求慧，你无智慧呢，要安怎成佛啊？是讲三世一切诸佛，加以智慧而成佛的啊！你讲对一个佛祖，伊辩才讲伊无法度达到无碍啦。达到佛祖是恭敬说法，辩才无碍啊，滔滔不绝如星云流水啊！哦，所以佛祖为哪伊恭敬说法，辩才无碍，智慧无量。众生什么根基，伊清清楚楚。众生需要什么法药，伊明明白白，哦，会关机祷告啊！这若无智慧，要如何来度众生呢？讲无三句话，嘴就塌起来啊！讲无两句话，就拍死架啦！讲无两句话，就无内容通讲啊！啊，讲咧家地，人听咧家地未相应；讲咧家地无水准；讲咧家地，人听咧家地呢，感觉跟伊无关系，伊就别讲个啊咧。所以成就多，敢袂当无智慧？三宗十二部教典拢也无清楚，对咱自己来讲，能自度自利；对他人来讲，能利他度他啊。所以敢会当无救慧啊？哦，第三，求生净土。今生我拄啊讲过了，无开悟不要紧，无证果不要紧。但是呢，你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保证一生幸福啊！正行无性法印，成就佛道呢，势在必得啊！哦，势如破定呢，说花怪定就对了。所以往生西方净土呢，一切拢好讲，无幸福也未得啦。知影哦，求生净土啊，想求福哦，敢加庇护咱呢，会当平安顺利哦，人民将住在往生，咱就欢喜个啊！所以我一生当中就三求啦，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都无唔对。好，搁听下哦。那么法教大师呢，伊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讲：“哦，啊，既然是安尼，哦，诸修行文内底呢，以念佛最殊胜；诸修行文中呢，无过念佛。啊，既然安尼，啊，佛要如何念啊？”我那念咒都往生啊！啊，文殊师利菩萨甲法教大师，你回答无？出世界世有阿弥陀佛，彼佛愿力不可思议，念动一念不能间断，命中决定往生极乐，永不退转。意义啊，是金色笔，魔教定法，你念佛过。不救东正无上菩提，教授其意，欢喜作乐而退。吼吼，是这样呢？咱听这的话呢，咱一定欢喜心起来，甲随喜功德，随喜赞叹就对了。人法教大师毕竟是法教大师啊，道生累劫修来啊啦。这随时随地诸佛菩萨拢伫身躯边啊！文殊师利菩萨甲法教大师安讲啊，讲从此世界西边呢，哦，有一个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，迄阵佛祖愿力真不可思议啊！法教大师你应当爱念佛忆佛哈，念佛就是有由口出声去念嘛。啊，心内想佛、想佛，这个意啊，心内有佛，吼、哦，就是意啦。
然后念佛念佛呢，千万唔忘记哦，登记下。哦，间断就用这空间唔好记哦，哦，转到空白去呢呐，爱就其他梦想呢。哦，一句接一句，一句接一句呢，唔好间断，千万佛号唔好登下。那么，安尼呢，你报名这种时阵呐，决定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去哦。当时道心永远未退转，一生成佛呢。话一讲完呐、啊，这文殊师利菩萨伸出伊慈悲的手呢，向这个法教大师头壳遐个摩顶，哦，个安慰，哦，消业障就丢呢。安尼解讲，讲法教大师啊，你现在念阿弥陀的圣号，这样虔诚，你道心累劫修行，这是自然个延续落来呢。你无偌久，你就我都证成无上菩提，也就是成佛就对了。法教授比伊受记了呢，非常欢喜啊。然后顶礼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你阵告体呢，也讲啊。所以啊，咱修行人一贵人就多伊啊。以修行这条路来讲呢，就拄着善知识拄会着。拄着名师拄会着，菩萨拄会着，诸佛得会着，高僧拄会着，这就是咱贵人啦、啊。哦，会知影吼？啊，世间人的贵人是啥呢？拄着难关的时，伊给你帮忙，遐嘛是贵人。等你欠吼乌卡的时阵，吼、哦、有需要的时阵，人给你帮忙，遐就是贵人啦、啊。哦，当你拄着性命危机的时，人给你救了这条性命，这就是贵人啦、啊。哦，啊，修行人的贵人是啥？善知识、明书、哦，高僧大德、诸佛菩萨，拢是咱贵人。你去看法教大师的贵人，今仔日呢都拄着文殊师利菩萨解开示啊，佮解修机啊，安尼可见呐、啊，按照经典的讲法呢，那会当哦，诸佛菩萨修机人最起码呢，伊都正成初果以上。正了伊发心的时阵啊，悟了伊如来众生的时阵啊，对个受记就丢了，不为过啊，如是说啊，不如说啊。好，那我注意听哦。所以念佛的价值、修行的意义呢，无个比这呢，个来的较殊胜的啦。论价值嘛，念佛的价值不可思议啊。哦，论意义嘛。意义啊，念佛的意义啊，真深广啊！甚至呢，十几天以来，哦，伊反应非常热烈呢，非常踊跃呢。真济人写批来，真济人打电话来，讲主本法师，我一生当中念佛，还佫伫咧徘徊十字路口的，犹豫不决。听你安尼讲了后，内心的信心呢，十足无比，愿。我两天前才发下去啊！我一生当中的非往生净土不可啊！所以啊，念佛的法门啊，是所有法门内底呢最殊胜、最殊胜的啦。哦，文殊师利菩萨讲这话，千真万确。好，搁听好哦。今要来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愿内底第八愿哈。第八愿是讲啥的主意？叫做愿生死诸佛亲蒙受记，这嘛非常要紧哦。来，咱看开悟圣经安怎讲？第八愿生愿生死诸佛亲蒙受记，三心四谛五眼六通，无量八千多罗尼门，一切功德。该是成就，注意，这讲啊真清楚啊！吼，意思就是讲呢，你要往生西方净土，这第八愿你袂当无甲发，因这是攸关着你自己呢成佛以后未来的代志呢。哦，你念佛念啥意思啊？往生净土啊！啊，往生净土是要创啥？总是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动机啊！不幸福呢？啊，不幸福呢？
这第八愿你袂当无法。我念佛念到半小时，阿无都往生，啊往生了后，阿无都成佛，因往生还佫有甚意义咧？啊往生就要成就佛道啊！来第八愿，因有需要佮发落去啊。伊讲啊，愿我如本啊，会当成就诸佛，等诸佛菩萨我去服侍。哦，甲供养，听伊讲经说法，亲近诸佛，叫做成就诸佛啊。那么亲望阿弥陀佛，甲我受记哈。哦，这点要紧呢。你也伫极乐世界正行初果，正有发心的时，正有如来众生的时，阿弥陀佛就甲你受记啦。讲啊，阿本，你已经证成法身啦。证成这个如来藏性呢、啊，好、哦、也悟性呢、啊。那么我阿弥陀佛受记你经过了多少劫，而能够成就无上的菩提？那么同时你成佛以后的世界是什么名称？你度化多少亿多少的众生？你世界里头所有的众生的习性、他们的长相、他们的根性呢？你都能够清楚，而能随意的度化无量众生，具备有三身四智，哦，五眼六通，能称信说法度化无量众生。哦，阿弥陀佛，你给他受记啊！咱听讲咧，欢喜不是用嘴讲的啊，感恩也不是呢，两句话就解决的好事啊！你内心无比的温馨呢、啊。哦，所以往生甲极乐世界正行，这个果位了后，开悟了后呢，具备有三心，三个三心，发心、报心、甲应心呐、啊。你记住啊，啊，三个素地啊，哦，素地就是呢，专精五行呢，行受足地的，转前五事呢，成微妙的作用，哦，叫做啥？行受足地啦，啊，转第六识呢，会分别意识为妙观察地，你知影哦？啊，转第七识哦为平等性地，因为第七识太有分别执着的，好执着你家地哦，你十条性命都不够死啊！哦，执着你家地哦，倒头灾啊，颠倒啊，啊，化这颠倒化执着。因此变成平等性地，哦，众生无亲疏，哦，无完整，哦，因此呢，含众生拍成一片，度化无量众生啊，化为平等性地啊，啊，化地被阿赖意识为大圆净地，化色为地的，哦，这那个数地听有无？啊，伫叫世界里头我都圆满啊，然后成就数地，哦，啊，成就五眼呢？成佛了就有佛眼、法眼、慧眼、哦、天眼、啊、肉眼，哦，拢种具足啊！哦，啊，那成就六种的神通呢？因讲有他心通、哦，天眼通、天眼通、宿命通、道尽通，哦，那么这六种通呢，完全拢有我都具足的，哎，那叫做呢？记住三心四地五眼六通，对你来讲拢记住啊！无以后变成成佛啦，变成度众生啊！哦，啊个无量百千的多罗尼门呢，你一切功德啊，完全拢成就完啦。三个多罗尼门啊，个中持门，所有如来八万四千法门呢，拢总伫你心内记住中持就对了。你拢有法度行成就就对，要自了解吼。所以啊，这第八愿敢会当无法啊？来听哦，再念一遍。第八愿生死诸佛亲望受记，三心四地五眼六通，无量百千多罗尼门，一切功德皆悉成就。好，咱注意个看哦。那么下面咱来讲普贤菩萨的，也发愿
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呢？这不是干那六道众生发愿去呢？正了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阿难，伊照常都往生极乐世界去啊！你看《阿弥陀经》讲啊，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富罗那尊者、阿那罗尊者、罗侯罗呢？即正了四果阿罗汉呢，伊个照常往生甲《阿弥陀极乐世界去啊，发愿去啊！啊，包含着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去啊！哦，啊，弥勒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嘛，发愿去极乐世界啊！伊要去，伊要等啊，拢自在都自如都对啦，无所障碍。所以伫华严经呢，华严这个普贤菩萨呢，伊就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啊！有啥物见证呢？来，我运用经典哦。言讲，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度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我即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无疑，离乐一切众生界。彼佛众会含清净，我是一性莲华生，亲见如来无量光，现前受我菩提记，爽快！吼吼，所以你也袂用念回向文哦，普贤菩萨在回向偈回向文哦，就是咱典范啊啦，只要伊愿力甲发就无唔对啊，哦，袂去气家己。别去讲得失啊，哦，得到家啊，患到遐，患得患失啊，都无这现象。啊，只要菩萨的愿力发到无唔对，伊安尼讲啊，讲愿我在临命终的时，哦，尽度一切障碍。哦，卖我临命终的时，完成这这种卡鬼啊啦。哦，遐汪良里面啊，遐鬼魂啊。道生女甲遐温温婉婉遐温柔人诶，从卡活过啊，要算数就对啦。包含着生命字，包含着感情字、钱财字，无所不至，含咱温婉遐字拢卡过啊。但是这时阵呢，尽度一切诸障碍，乃障碍我往生诶呢，全部加照诸菩萨的威信咱呢，会当到动到哪吒就对啦。哦，我拖会过呢，尽度一切诸障碍。面见彼佛阿弥陀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会当见到阿弥陀佛，还当往生呢？阿弥陀极乐世界啊！那我往生甲阿弥陀的净土时，那么现前当下会当成就我呢？道生累劫所发的愿呢、啊，成佛，一切愿呢，拢圆满成就，无剩就对了。哎，啊，成佛了要创啥？离乐一切。诸众生呢，和众生看冇同款，离苦得乐，转凡哦，生性啊，嘛，和一切众生成佛啦。哦，啊，阿弥陀极乐世界，哦，遐尼清净呢，哦，我会当呢，伫个莲花顶呢，哦，亲近阿弥陀如来，来受我的菩提记啦。安尼了解吼、哦，这就是普贤菩萨呢。伊个发愿文，咱做好个地主，惊发袂好势，惊那有气夹金，哦，患得患失啊！安尼你讲念普贤菩萨的回向文也是同款，绝对往生净土，菩萨袂耽误伊。总讲一句，咱有愿必成啊！有愿就希望，有愿就成真。有愿决定就会产生的这款力量出来，有这个愿就有这个目标归宿啊。虽然平常时爱度发愿往生彼国弥陀净土啊，好，咱注意听哦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无秘诀，咱头到尾讲到今仔都第十天啊，够明仔在后日呢，总共要讲十二天。那么头前已经讲完九日啦，拢干啦，不外于三大问题：信、愿、行。
信愿行，就是所谓呢往生净土的三珠娘，也是往生极乐世界以三要诀呢。只要信心有够，愿甲发落落去，你行念阿弥陀的圣号，唔好改变呢。安尼甲临命中最后胜利者，也是非你莫属啊。所以咱岛内呢，台湾呢，有一个心德啊，心德有一个菩萨啊。伊一生的当中呢，伊就作喜爱净土，所以呢，专门自己拢念两部的《阿弥陀经》呢。那么阿弥陀念家呢，时常入定了哦，食饭的时间，拢做伊心不好先来叫，念么作欢喜就丢了。哦，伊呢私下呢，电话中甲我讲啊。讲伊要看观音菩萨看三遍，啊，困的时呢夜梦吉祥啊，拢会诸佛菩萨，遐毋是条毛呢，遐有真正随相。所以生活点点滴滴呢，咱的讲经伊拢听有落去，伊一定呢听经完、布施完、念经完，哦，佛念了呢，伊必定回向西方净土，哦。一句一句，一段都袂叫漏去，足认真回向的呢。因为我有捌甲伊讲过啊，哦，《华严经》千经万论拢安讲啊，哦，拢共治西方一路一条啊，啊，法源净土去都无唔对。你看敖耀大师嘛讲啊，讲你往生西方净土是问你有回向无？那如果无回向呢，哪怕上品善哦，也无在条往生。你小小的生存的毛啊呢？迄毛啊一粒啊吼，都无甲0.2米米的啊，足细粒乌乌一点呢。遐人善的功德，遐人善的福报哦，只要你肯要往生到世界，安尼甲回向落去，赶快往生。是往生西方净土是问你有法愿无法愿的问题，唔是功德的多少。你知影吼，这点非常要紧哦。人这个心得，这个菩萨呢，伊一生当中专念弥陀圣号，上阿弥陀经，一天呢，搁念最无5000句的阿弥陀的圣号呢。所以伫76岁的时阵呐，要往生进前的3天呢，伊就自知时机，要往生伊就清楚啊。所以啊，搁助念的当中呢。哦，我就气啊！吼，那不是我往生气啦，是我气的互相啦吼。那么我带5、6个出家师傅啊，哦，迄时阵阿伯刚出大厅哩，伊都是眠床顶，啊，伊家属、后生、祖囝吼，啊个孙啊，啊个阮呢，差不多有30个人啊，底下个念阿弥陀的幸福，啊，到底啊，佛陀个催泪啊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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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。该安详，去个念佛，念家呢差不多大概10分钟时哦，心得这个菩萨汹涌伫面前顶阵，尿起来啦，速度足紧哦，呼呼，啊、哦，我加一条，哎，倒嚟啊，再用背起来啊，哦，用树啊，忽来啊，哎呦，忽来用嘴讲到啊，你用背起来，我会惊了啊，我足无胆个呀。哦，我让伊惊一下吼，以后去助念吼，拢保持超2公尺。无我人，妈你叫我惊着你了，这边才有惊着，到你面前哦，向我都爬起来，目睭青晕晕啊，讲出来啊，哦，讲出来你了，啊来就来，你就到咱面前顶用嘴讲得，你才甲爬起来呢，
哦，我都惊了我，哦，我在啉大啤酒醉了我，哦，是啊，向我爬起以后，我全家一套就了。啊，客人唔是讲要搞电焰棍啦，还是有啥物动作无啦？讲忽来啊，我要去啊！我讲就讲，啊，忽来就来，你咧向我爬起，你嘛我惊了你。哦，是讲倒啊，倒你啊，你好呢哦，叔，歹势哈，我都一时欢喜啦，啊，甲你过时节呢哦。啊，就一倒了，就慢慢倒了，慢慢倒了呢。啊，然后手合掌，哦，啊，做虔诚念佛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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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哦，呢，伊啊对阮念呢，起声声音，伊会较个念，我阁有听着个。啊，念到往生时呢，迄开阵一直无去，一直无去，一直无去。哦，啊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吞一个嘴烂来呀，吞一个嘴烂掉两个呢啊，一脚呢准一个呢啊，往生去啊。每一个人往生的业报无共款。我要看人往生哦，伊怎安怎呢？阿母钓两个啦，阿卡跳一个就去啊。啊，有是阿母啊无钓，阿卡跳。哦，啊有诶往生时，个人讲，安尼，硬倒单就钓啦，可能去开数笔起来呢。哦，安尼然后往生去，所以人较安怎死都两款尔啦，看你外敖啦，都两款贵，都两款经营啦。第一。输入去无吐出来四级，还是吐出去无输入吧来四级，都这两款尔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心得这个菩萨呢，我注意看哦，伊是输入去输到一个阶段时呢，先骨准顿一个呢，啊，就往生去啊，是正念往生呢，先骨无变故呢，往生进前都看嘛讲话讲。忽来啊！我要生气啊呢！哦，阿公，啊你倒咧倒去啊！你再向我爬起来，吼、哦，我惊死啊！伊讲我欢喜，哦，忽来啊！阿公倒咧倒啊，用嘴讲呢，就好啊！你向我爬起来呢，吼、哦，卖讲我惊一条啊！我后边三个出街将哦，啊掉倒车惊一条啊！伊唔系怪人个助念是向恁爬起来呢啊！伊呵呵呵，啊我准备去念，准等超三秒钟呢。所以啊，念佛啊，佛也能带咱去，这无啥我怀疑的啦。然后第二天，吼、哦，伊的查某囝有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准赶袂起来伫高雄。然后讲迄暝之间呢，讲伊的老母呢，讲有去甲伊告示啦，啊，有呢共款穿这个，哦，海青万衣去哦，哦，足正经的，然后甲伊告示讲啊。妈妈先大生意行一卡步哈，因个讲呢尔，然后伊那存就忙也无成忙啦，然后伫个醒起来呢，真正呢，哇，妈妈真正往生去啊！这真正世间不可思议代志啊，这唔是用钱对当赢的啦。你若要亲自看、亲自感受了，哦，安尼有达啥呢？你就感觉正假半就是，哦，前卖有一个人提起也讲，我无看了，一切拢无准算。哦，我听你家己讲好啦，讲你若唔相信吼、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唔相信，都一定要看得点。哦，伊讲无我看了佛菩萨，伊唔相信；无我看了鬼，我唔相信。哎呐，哦，我哎好，你敢敢？哦，安尼呐，阴暗魔。阴暗翻两点的时阵，点半至两点的时阵，你有在条来这个阴空公望啦吼？咱台南这阴空公望吼，迄、那个望啊，布上中心上暗的所在，你点三支香，因为向这望啊布才好兄弟讲话。你安尼讲，讲阴空公望所有这好兄弟呀、啊。哦，我单大炮唔相信有鬼，
哦，我相信唔相信有啥物神鬼魔神啊？你有才调这人拢总呢，下下糊糊来，我看一下呢，我就相信啊。安得好，画一遍，唔免画到三遍呐，唔免三请呢，画一遍得好。我保证，互你满意就对了。保证呢，互你扣退一包三斤瓜，无闪叫买平等啊！你听，等下找我讲，如本法师啊，请念一下大悲咒嘞，互我哩。代表酒醉，华林姐呢？得惊者呢？包你满意就对了，包你满意你就知意思啊！无款我再顾在你，唔忙讲迄个位，唔忙讲迄个位。所以这无神论者、断灭论者，伊在讲迄个位啊！哦，鬼神的存在，唔是怎么人在讲啊？自古至今，中华古今，人人在论这個问题。啊，你业障也无清晰，哦，当然看袂到啊！你也看，真济人看到鬼人真济呢。啊，个当时天气当个做诶，天气做诶。人问讲啥物？你信啥物宗教？人阮是信自己诶，哦，信孙中山诶。啊，信无做就无通食诶。这人，你也看卖啊咧？人民众是拢看真济鬼道众生啊。讲因阿妈咧找伊啊，啊，便念出来人诶，拢总是死人个名。阿娘讲啊，阿你出来找我，死人的名啊，李美也来找我，啊叫成死人的名，不是发生车祸死的，都死两冬三冬的，哎三个月呢。所以啊，迄个业障浮起来，当然看得到啊。你这勇气较强，这样当然看袂到啊。到你惊到报，哦，那世间人佮惊死，哦，佮倒霉运的时阵呢，佛教叫业障现前。你无想要看到，都无可能啊！所以正常人无看是应该啊！啊，正常人看得到有两款，除非有神力，经典咧讲啊。第二，除非伊呢有业报，无绝对看袂到。人有人的法界啊，鬼有鬼的法界啊，互相不相干啊！啊，你看伊会到，就是你有咧心内有咧业识啊，当然看得到啊。譬如讲看花师。频道要同款，要看台视呢，啪，频道同款；要看民视呢，啪，频道同款；要看法界卫星呢，全力劈一下，哈，啪，接住啊！如本法师在讲经啊，看鬼看会到，看菩萨看会到，频道要同款啊！你心遮尔柔，佛遐尔清，当看袂到啊！啊，你心就要看鬼变柔啦。赶快的频道啦，赶快的业识才接会到，会通就到，你知影吼？所以袂当伊接袂通，无得业报，你看无到就好人掉啊！你甲好人伊嘛存在啦，是到你落客，是到业障现前的时，你无想要看会到都难呐、啊。你注意清楚吼，哇，那清楚时间够啊哈！咱往生极乐三要观呢？明天第十一天再会。